我去，这是个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个？今天又不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天气啊。昨天刚下过大雨，降温呢也很厉害。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3到4级的北风，然后呢看这个样子，阵风好像也有5、6级啊。今天呢还是出来钓鱼，好在是没有下雨。天气呢我们没得选啊，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弥补一下。像这样大风大浪的天气钓门竿呢，我们选那个钓点呢就要尽量选择那个深一点的地方，最好是那个有坎的啊，有坎的有深坎的地方。水流很急，像这样急的水流啊，哪怕你用40克的线它都定不住，你想把那个钩子定在一个地方都定不住的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要选太长的杆子，但我们选的杆子呢最好啊刚好钓到那个坎子下面。今天呢选一只5.4米的杆子，开始呢用拉饵钓啊，这样子不过今天真的是没有什么信心了。摄像机都还没有摆好啊，上面一个红尾，这个红尾还很漂亮啊。说实话，这两天也只能钓这个。柳叶边啊，好漂亮吧。水流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饵料拉好之后呢稍微把它捏一下，水流缓一缓，轻烧啊，这个尾巴是那个白叶，这个是轻烧啊，尾巴不是红的。
鱼倒是很漂亮啊，就是说口太细了。上面有个板件，我去，这是个什么鬼啊？你口太差了啊！开始用那个料拉人呢，他还给了几口啊，还钓了几条鱼上来。所以说后来想换那个玉米守着试一下啊，结果就挂了一个鱼鳞上来，后来就没有后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收竿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